影帝于千帆近日被曝零片酬客串昔日 CP 和韩星戏。今天我什么都不想说，我只想说一句，余生和你是真的。放他，这状态不对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放开。这个状态对，可以，就这样。一会儿实拍别紧张。你干什么？这么慌？许寒山兰把脚给崴了，要赶紧冰敷。你让开！不许去。为什么？你喜欢他，对吗？对啊，我就是喜欢他。放开他。看，很好，丽景和何涵准备下一场，于千帆老师先休息啊。你怎么给我接了这么个角色？怪起我来了，是谁非要来客串的？我可能是疯了。你接近林芝究竟是因为喜欢他，还是因为讨厌我？喜欢一个人不用这么复杂。哼，于凡，是你太复杂了。许寒，你的腿还没好，我扶你走吧。慢点。你的脚还疼吗？没事。怎么还拉上手了？没事没事，这都是剧情需要。这也太近了吧，还抱上了。咔，过了。这条演得太好了。我觉得一般啊。那我们再来一次啊，两个人再靠近点，亲密。刚才那条挺好的。谁呢？啊？